两个也赶紧随在这里准备着了。张哥，来，张哥，你先脱衣服，脱完给你先。哎，我先脱衣服吧，老师。脱衣服冲一下是吧？不用冲，不用冲，我就脸就行了。好好，脸就行。来，准备了，我准备了。那个，嘉兴，哎，下头有什么？马上，马上，老师，你等我一会儿。这是衣服。我拿不了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说现在结了，我给你拿来。何亮，啊，再上去一个收两毛钱，去吧。啊，他去吧。这个浴巾重新擦一下，擦了把我的衣服脱掉。这水怎么那么亮？有有。哎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披上，披上，披上，不是浴巾，披上浴巾，浴巾。哎，我帮你吧。啊？怎么了？让啊！你先前后裹一下，我给你把保鲜膜拆了。咋了？哎，我先上去吧，先上去吧。我去了啊，姐姐。那个什么，我先把那个什么脱了吧。我踩在衣服上，好像已经下面全湿了。他全湿起来了，漏出去了。是我了。这姐姐，他怎么有现在穿着？哇，这太冷了，这太冷了，太恶心了。哎，以后就是要不拿个剪刀啊？我以前没事儿，哎，张伟能说，这剪刀好。那谁去了？嗯。Battle cries filled all with